在家里开一个汪汪队餐厅，一天只吃汪汪队是什么体验？先布置汪汪队零食车，一车汪汪队图图肯定喜欢，挂上汪汪队营业牌，营业了，8点去吃个汪汪队早餐。欢迎光临汪汪队餐厅，这边请。点了汪汪队包子和汪汪队酸奶，包子也太可爱了吧！先吃小丽，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。汪汪队包子好看又好吃，11点来吃汪汪队主题饭。点了毛毛，给毛毛挤上小眼珠，赶紧干饭。午饭得到了图图的认可。12点来吃汪汪队冰激凌，没有小孩能拒绝冰激凌，何况是汪汪队冰激凌。你们猜冰激凌是什么口味的呢？下午2点来吃个汪汪队零食，巧克力味也是图图最爱。5点来吃汪汪队主题饭，哇，甜甜，把他最爱的天天放压轴，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汪汪队餐厅，太幸福了。你们下次想看什么主题呢？